在新年的时候送给大家，因为删除和拾起其实是我们在每一年都要做的一个新的循环，希望大家在今年结束的时候有一个总整理，然后可以迎接更好的2020年，好不好？可是风的月落，世界就也纷乱，到最后唯有自己的悠然，各种细心打扮，你有你的习惯，时间背叛，别为谁永远可爱，别为谁假装勇敢，别豁达，别留言。
新年快乐，谢谢。关注你了。